嗨，大家好，又见面啦！我现在在中国大黄鱼之都福建宁德，来看看这片海。乘坐快艇出发，沿途可见成片的鱼排。新型环保塑胶鱼排，把上万亩养殖区划分得整整齐齐，就像一块块水田。养殖户们在这里辛勤耕耘，鱼不仅住得好，更是住得美。这里是全国首个 5G 智慧海洋示范区，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正服务着三都澳鱼排近万群众，为渔民提供数字时代的生活、娱乐等便利。一个用 5G 加 AI 智慧监控错落有致的分布在鱼排之上，高清视频监控画面可以实时回传，满足了渔民对鱼排的看护需求。把我们的 AI 的机器人用这个大黄鱼来进行养殖，去监测这个鱼群的一个健康的状态，然后一个就是做水质的一个监测，因为水质特别是对于这种大黄鱼的这个养殖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说它要实时监测这个水质目前的一个情况。鱼排抗风浪能力强，不仅鱼的成活率高、产量高，通过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储能供能，更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。夜幕降临，光芒渐渐收拢，为三都澳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鱼排的网箱里，水下深藏的宝藏，将在夜晚被开采。成千上万的大黄鱼，在体表颜色最为艳黄时被捞出，满满的鱼货和捕鱼人兴奋的交谈，保护大海涌动的潮声。勤劳智慧的宁德人不负大海的馈赠，从海洋里捕捞出幸福。在一个晴好的黄昏，悠悠地在鱼排上钻到夜晚，在黑夜里看到了如金色感叹号一般的大黄鱼，点亮了渔民们的笑脸。大黄鱼游出了一条共富路，也让我们不枉此行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在宁德的这些天，我们一起去听海、逐浪，体验沉浸式捕鱼。风景如画的地方，走读之行充满温暖。